这次南投埔里综合球场旁边，一阵强风也把巨大路树吹断，直接砸中停放在旁边的三辆车。当时呢，还有孕妇是在车内休息的，简直被吓坏。 台风天巨大路树突然倒下，直接砸中一旁停放的多辆车。事发突然，当下里头还有民众在车内吓坏了。 地点就在南投埔里镇的综合球场旁的停车场，这倒下的大树枝高包含树干树枝横躺在路面，一口气直接砸中三辆车。其中这辆车最严重，车顶整片严重毁损。当时车内还有一名怀孕37周的34岁女子，就在路树砸下当下，她人就躺在车上休息。我在车上睡觉，然后就感觉到。 风很大，然后就感觉好像树要倒下来这样，就有醒来，然后就看树倒下来，对我在驾驶座上。当时孕妇回想路树砸车过程，真的吓坏了。她说自己毫发无伤，但至今人惊魂未定。其他车主们其实才刚停好车，却被倒下的大树砸毁爱车，眼看爱车严重毁损，也只能无奈自认倒霉。 东森新闻魏宏清在南投报道。不是他拖电快要不掉下去了。是我说后面你整个左右人拉出来。对，他刚刚拍下你。总不能拉这样子，拉到台风啊，怕走掉吧。 这样进步，我觉得拿取消吧，敲掉。查一下，看胶合什么拆不掉。你们俩要换，要换什么拉的？要讲一下哦。要高架地板的才会有那种。对，要那个才会有。来来。 现在那台摩托车卡在那里了。 对，那台你有拍到吗？我刚好转掉了。粉红色那一台也倒了。粉红色。哇。粉红色的那个。消防车，下面有消防车，应该是要去帮他挡风吧。我可以踩这个吗？我看那个人小心。哦，这个阿姨刚刚已经倒过一次了。 风太大了，对啊，然后这个又倒了。哇！你这两台是啊？这台刚刚还在看倒掉那个。大到没办法走。这里真的台风天不适合走这个巷口过去。拿拐杖也不行哎，鞋子掉了，鞋子飞走了。 贵北皮啦，连消防员都卡没掉啊！高楼风切。好，各位观众，我们现在目前就在台东市区发起了14级以上的强势风劲。好，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目前在连线的时候，风也真的是非常的。路上呢会有非常多的树倒或者是一些异物。好，各位观众，我们现在目前就在台东。
市区新生南路这边，今天晚上在台东这边的风势还是非常强劲的。尤其你可以看到，我们观察到像是这一处工地呢，由于呢因为晚上的风势太强劲了，所以呢导致说这边其实很多的铁皮跟他们的一些相关的设备木棍都是已经被吹倒，倒在这个地板上面。还有像是你可以看到脚下这边。工地的门口这边也已经出现了积淹水的情况，而且是积的还蛮大片的。就是因为呢，今天台东一整天都是在狂风暴雨，晚上的时候雨势已经稍微变小了，但风还是很大。还有你可以看到，像是我后方这边铁皮围篱呢，他们工地的铁皮围篱也已经不敌强风，所以呢是有被吹掀、被吹倒的情况，是已经这样整个倒在马路上面，其实是相当的危险的。如果说有骑士或者是民众经过这边的话，如果说突然吹一大阵强风，很有可能就会砸伤路人。好，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啊，像刚在旁边很多的机车也是有被强风吹倒的情况。基本上民众其实是想扶，根本也扶不起来，因为台东今天晚上的风势呢都是非常强劲的，是一度刮起了14级以上的强势风劲。好，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目前在连线的时候，风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就是这样一阵一阵的一直吹过来。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尽量是不要外出，因为路上呢会有非常多的树倒或者是一些异物飞过来。好，那么以上我们现场最新，再把时间先交还台北棚内。车辆在强风暴雨中谨慎前进，因为康瑞台风带来的风力真的不容小觑。尤其在五羊高架路段，高架桥离地30至46公尺，大约10至15层楼高，台风天开在上面，不免让人胆战心惊。就在康瑞强台在下午时间登陆台湾之后，目前在桃园，也就是记者所在的五羊高架上面，最大的风力是来到了8级。那可以感受到我们行驶中的车辆这个摇晃是蛮明显的，真的被这个强大的风力吹的是影响蛮大的。那对此呢，其实高工局为了驾驶人的安全有寄出严格的规范。康瑞台风31号下午1点40从台东登陆后，暴风圈笼罩全台，但五羊高架上还是有不少车辆。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显示，下午3点，五羊高架新北五股端风力达到4级，车辆摇晃感受不大。但才过了一个小时，桃园端回台北路段上风力迅速升到8级，车辆就有明显晃动。气象署也预估，受到康瑞台风影响，新北31号平均风力恐达到7至8级。对此，高工局也记。出规定，风力达7级以上，五羊高架将限速70公里，并禁止大客车通行。达8级以上的话，驾驶车速必须更慢，降速降到40公里。如果风力来到10级以上，就会全面封路。我们会针对细五跟五羊高架道路去做封闭，用我们的 CMS 电子看板，在交流道的入口就会有车子直接把车道全部挡住，做这样一个道路实质封闭。为确保民众行车安全，高工局31号上午在康瑞台风登陆前已率先公告，中午12点开始，国道1号细五以及五羊高架最高限速从原本100公里降至70公里，并禁止大型车行驶，呼吁驾驶务必遵守限速规范，别为了一时抢快酿成憾事。东森新闻温彦君、李仲祥新北报道。狂风不断，大雨横着打下，视野变得雾茫茫一片。台风康瑞登陆台湾，台北阳明山上风强雨骤，可以看到强烈风势把路边电线杆吹得歪斜，似乎就要倒地。路上还随处可见倒塌的树木占据车道，挡住行车路线，严重阻碍通行。而人行道上也出现了大量积水。养德大道这边可以看到，我现在周边这边呢，这个风雨也是不断的，甚至在一旁的道路已经出现这种部分淹水的情况。这个积水呢大概有多少呢？一路往前面走，其实这个积水一路是可以到这个脚踝。台风天，民众冒着风雨外出，寸步难行，停车场内的摩托车也被强风吹倒，车上物品散落一地。来到观光景点竹子湖，商家也都拉下了铁门。平时啊，这边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来赏花，或者像这个商店街这边啊，有一些这个餐厅吃山产也不错。不过看到现在台风天啊，这边的店家几乎都没有开。由于风雨非常强劲，还把店家招牌连同摆
摆饰用的花盆吹落在地，一台蓝色机车也被狂风吹倒在大马路上，汽车只好绕过机车行驶。而在阳明山上的文化大学，学生放台风假仍得填饱肚子出门觅食，雨伞却被强风吹坏，只能淋雨回家。台北风雨预估越晚越强烈，民众若非得外出，还得多加注意。东森新闻吴才贤、苏奕欢，台北阳明山报道。长荣班机被风雨吹得左摇右晃，还好仍平安降落。韩亚航空 OZ711 班机降落桃机前也晃个不停，场面十分惊险。而这架从泰国曼谷飞往台北的长荣 BR206 班机，窗户往外看全是雾茫茫一片，并在空中不断摇晃。全球航班动态地图显示，这架班机因为台风影响，在空中盘旋长达50分钟，所幸最后平安降落。因为那时候窗户打开，我看了那个外面那个云层都看不到，下面整个黑蒙蒙，是天气的关系啊，一直在求佛祖上，差不多50分钟哦。同天还有一架从北京起飞的 B8259 班机，上午8点准备降落桃园机场，同样因为台风影响，在空中盘旋1个小时仍无法降落，只好折返飞回中国。不止桃机，松山机场也出现惊险降落画面。一架从日本东京飞回来的华航 CAL223 班机，当时因为侧风严重，已经有2架班机都放弃降落，但机长仍成功让班机着陆，成为松山机场31号第一架顺利降落的班机。不过冲绳飞往台北的虎航 IT231 班机就因为侧风过大，在天空盘旋20分钟放弃降落折返。昨天就开始睡不着，因为看到很多取消嘛。一定会担心。我们出门之前有先看一下那个航班资讯。受到台风影响，很多旅客担心自己前往的国家航班取消。桃园机场截至31号下午已经取消共计241航班。而随着风雨越来越强烈，桃园机场公司也启动绑桥作业，地勤人员用钩索把登机桥固定在地面，避免被强风吹走，防患未然。东森新闻综合报道。